啱啱去咗呢度 check in 啦，跟住隔篱就已经系交易厅，跟住我哋而家就搭 lift 上去啦。711搭上七楼啊！喺我住嘅七楼嘅平板图，因为佢下面写咗 Please be quiet， 所以咧我哋即刻就用呢个声线嚟讲嘢啦，应该听到嘅我估。好啦，咁喺门口入嚟咧，跟住咁样瞓啦。跟住我个床位喺最后面啊。好啦，就系、是、你讲啦。跟住下边系摆行李嘅，呢度系我细佬啲 figure， 会轻 carry 相机啦。跟住仲有行李啦。呢度有个灯可以开，仲有拖鞋。咁睇下咧，呢个袋入边啦，有个耳机同埋遥控，系有电视睇噶，见到。跟住咧，呢、這个袋入边啦，有牙刷啦，同埋大量嘅毛巾，仲有睡衣。不过你着唔着就见仁见智啦。系啦，毛巾都可以用自己嘅，不过佢有提供。入边咧就系咁嘅，有教 speaker， 有 light， 可以教光度。床头嘅左边有个USB 插头，下边有个隔幔，就系头先个门牌嗰度嘅。跟住衣架喺高度咧，企喺度，企喺度都冇问题嘅。见面都系超舒服咯，不过呢度静，所以细声啲，劲大多张床。跟住我想问之前住台屋。西门町附近嘅 hostel 啦，都系好舒服，都系呢种好简洁嘅风格，但系咧张床就细好多，相对上都算阔，但系比呢度就细好多。跟住咧走嘅时候咧，将个帘拉翻低，就系咁啦。隔篱就系 toilet 同埋 shower room， 入去睇下。洗手盆几多？唔知几多个啦。跟住 shower room 入面有四格嘅，然后咧见到佢系有风筒，跟住入去睇下冲凉格，系超长嘅冲凉格，有晒你要用嘅嘢噶啦。睇下后面有衣架，喂，有灯仔啊。看呢度有晒女仔要用嘅嘢，洗面啦、化妆水啦、乳液、棉花棒、浴帽，乜都有，直发夹都有。我而家落嚟影翻个 lounge 俾大家睇，好，我见到啲乜嘢？我见到啲乜嘢 ？Conan 系高男，佢有个 book cafe 限时嘅。好了，我应该要找这个地方去，要找这个地方去喝东西，喝回我的可乐，就这里了。喝的是我刚才昨天在竹下通买的圣火可乐，不过我想说呢，它这里的座位呢不算说是真的可以给人一起去傾偈嘅地方，因為好多都係單獨嘅座位。Good， 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